有请姑娘，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。放肆！抓你个女的！看来这中原除了瞎了眼的国王外，也没什么英雄好汉了，全部都是蒙面小贼。是拿多少银子来干多少事儿，剩下的都交给你们了。冰儿，我们走。别让那个女的跑了。哎呦，腿疼。一群窝囊废。三弟，大事不好了，尊爷宝纳公主怒气冲冲，硬闯城门，还打伤了将士。他不是应该跟你共度七夕的吗？怎么会带着护卫闯出城去了呢？主子，都怪属下失职。公主跟主子不欢而散之后，吵着要回行宫，还不许属下跟着。没想到他竟然会不告而别，还请主子降罪。公主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往城东去了。三弟，公主无论如何都是大王的爱女，我们万不可有失啊。公主虽然无礼，但咱们不可失了礼数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可公主只听你的。三弟啊，你赶紧去找吧。海爹留下。郡主。二哥，方才你说宝纳公主负气离开京城，她不是应该跟博王殿下一起过七夕的吗？海蝶，你可知究竟发生了何事啊？启禀二殿下，郡主，昨晚博王殿下为了郡主受伤一事，不惜开罪公主，公主一气之下烧毁盟书，负气离去，走的时候还打伤了几个兵。前方有些新闻，大家留意。哎，咱主子就是厉害啊，每次在几里之前就能嗅察到血腥异味。只是这公主所在处怎么会有血腥味？叫you
主子，这些人都是公主的侍卫和婢女了。那公主呢？公主的护卫武艺都属上乘，可这两个人却被一刀毙命，足可见杀手并非平凡盗贼，而是江湖上的顶尖高手。主子，那依您看公主会不会……此事并不单纯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怎么样？这个是你让我带的公主最爱用的花月胭脂。去去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依郡主吩咐带来伯军中的战狼。郡主小心，战狼虽被驯化，但他只听主子的，唯有主子才可以亲近。只听伯王的话，要驯服一头狼就要有本事赢他，他才会臣服于你。去吧，本王等你的好消息。现在我们要联合救下国王殿下与公主，带我们去找这个味道的主人宝娜公主。原来胭脂的用处是这个，胭脂的香味和宝娜公主身上的气味相同，战狼通过嗅觉可以在荒郊野岭找到宝娜公主。莫萧，打开牢笼。是。解兽卿，你的。怎么样，吉中兄啊，此次啊全靠你压阵，咱们才能顺利的抓到这姑娘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那这样吧，三天之后我多拿一点银两，也算是对我一点补偿吧。吉冲兄真是快人快语啊。不，我这是实话实说。吉冲兄啊，这雕是你的？他叫追日，是我的兄弟。他呀，就像是我的天眼，能帮我掌握周遭百里的状况。这是什么状况？这就表示敌人在周遭了。追日，要不然你先走吧。这可有趣了，听着狼嚎，看着杀气，这匹狼怎么像是来寻仇的？郡主，你摇这个铜铃是没有用的，这战狼啊，他又不是以前的狼崽，怎么可能听见铜铃声就回来了呢？我摇铜铃是羁绊战狼可以闻到殿下的气味然后回来。可是这么远他能闻到吗？安全所在。能够号令这只狼的肯定是个高手，不一次解决
恐怕后患无穷。你们先走吧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跟高手过招了。我这个人不喜欢被人穷追不舍的感觉。好，那就有劳吉兄兄了。放心，我最爱做的就是给人惊喜。好像是公主的马。的确是公主的马。公主，这究竟是何情况？冰儿，你还记得我吧？我们是来救你们家主人的，你也很担心公主对不对？没想到号令那只狼呢竟然是个女的。冰儿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鼻息为何如此烫手？呼吸为何如此急促啊？冰儿，这匹马中了剧毒，表面虽无异状，其实毒素已深入心脉，只要奔跑超过五里以上，毒素就会扩散全身而亡。那会是什么样的贼人对公主的坐骑下此毒手？宝纳公主是爱马之人，而且马儿都在行宫的马厩里照料着。公主行宫戒备森严，而且寻常人根本难以进入。寻常人难以进入，那除非是……除非是什么？没想到居然被殿下料中，宝纳失踪并非意外。细想对方若是临时起意的贼子，为何只杀婢女和侍卫？分明是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。所以，宝纳并非失踪，而是被绑架了。绑架？没错，而这起绑架只怕是内贼通外鬼。若是往内贼方向推论，那么整件事情就完全可以说通了。贼人担心宝纳公主的马快，所以先对马下手，等到公主出了皇城再将其掳走。看来是有人精心策划。哎，那这么说来，如果有内贼的话，那这个内贼是谁啊？公主的爱马安置于行宫的马厩内，向来由谁掌管，并且又能精准地掌握公主到了之后的一举一动。如此说来，是二殿下一等。谁？二殿下？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公主的下落，至于内贼是何人，与王府人马众多，二殿下未必涉及其中，一切尚难定论。等救下国王，咱们再做打算。天快黑了，天黑之后就更难找了，咱们加快速度继续搜山，看看能否找到其他的线索。嗯，是郡主。不能让这群人坏了这笔买卖，我得保住远王这个大财主。哼，真相如此有趣啊。此女竟能洞察这背后的庞藏，她究竟是谁？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大家小心，这附近还有好多毒蝎，眼见美人命危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只好英雄救美喽。多谢相助，但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在下吉冲，是一个拿钱办事的赏金人，而我也该是你们要找的人之一。日前京城有一个神秘雇主以天价聚集了皇城一带的顶尖江湖客，要我们联手做一桩买卖，目的是掳走一个出城落单的姑娘。哎，别，我早跟那帮人闹翻了，势如水火。当他们将人绑回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们绑回来的竟然是一个祭坛小姑娘，这大大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嘛。正当我要退出时，
那帮江湖客竟然翻脸不认人，要杀了我灭口。那你怎么没死啊？天意呀！哎，正当我们要恶斗时，突然出现一只凶猛的狼，紧紧地盯着我们。众人赶紧撤离，我则趁乱躲到那棵大树后面藏个安稳。哎呀，我若不是看见这位姑娘险些被他们布下的那些毒蝎咬伤啊，我本打算自己睡个饱觉独自下山的。这年头当个好人不容易哦。多谢壮士侠义相救，我是马摘星，我们来自博王府。如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壮士是否愿意将功赎罪，助我们找回你掳走的那位姑娘？只要有钱，我什么都愿意帮你做。那票人目前正前往凌云寺栖身，你们若脚程快，再抄个小路，便会有机会半路袭击他们。若你所言属实，则相助以救命之恩，摘星必报。走。哎，谢了。往凌云寺方向走。放我下来！闭嘴！放我下来！你再出声，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一刀把你舌头割下来，让你吞下去。说到做到。老大，别跟他废话，前面就到凌云寺了。等会儿咱们用迷药把这丫头迷昏了，怎么样？赶路。哦，好。公主没事吧？公主，公主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这帮贼人竟敢对本公主大不敬，一个都别放过。好，公主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我不走，你们先把这些贼人抓起来，让他们不得好死。饶命啊公主，饶命啊公主。公主你给我起来。公主，刚才就是你打我。公主饶命啊，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。公主，好剑法，蠢啊！是不错，但还比不上你家郡主以命救人的果决啊。公主，可有受伤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没事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虽然你立了功帮了我们，但是你牵扯此件朝廷重案，必然知晓些内幕，所以我们不能放你走。你再多架我几刀，我可就爱上你了。
住手！郡主，你虽然他也涉案，但若不是他提供线索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成功。说起来，他也是将功补过，不应该以罪犯视之。至于他知道多少事，我相信他是愿意说出来的，因为这也将是他不被降罪的条件之一。我说过了，雇佣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不过明日申时他会依约出现在南坡上的山神庙接走公主。换而言之，明日申时谁出现在山神庙里，谁就是真凶，不是？海蝶莫萧，你们赶紧去山神庙部署，准备明日抓人。是。走。多谢相助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在等着你来谢我，险些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你这人说话还真是毫无保留啊。我要是有所保留的话，刚刚那一箭不射出去，你恐怕就不能活着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吧。那倒也是。我看得出我们俩是同一类人，都会拼尽一切，不会有所保留。你和我才相识短短几个时辰，你就知道？方才你拼了自己的小命不要，也要用肉身护着公主。这人呢，什么德行，什么面貌，死之前看得最清楚。其实我是不想死的，我答应过他，一定会平安回去的。不想死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刚刚已经足足死了两回了，这笔账怎么算啊？来，签个字据。看来你是早打算向我讨这个人情了。我可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可是这上面只有一个欠字，是欠什么呀？我若帮的是男的，一律用银两计算，若是女的就随她开心吧。你想还什么就还我什么吗？你之前帮过的其他女子都还的是什么呀？还过一些美好的时光，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细节。走了。我你的欠条啊，想要债的时候自然会来找你。我是来救你的，二殿下暗中买通我等绑架公主一事已经快被查出来了，你若信不过我，再杀我也不迟。好。是你？你是如何得知幕后主使是本王？
你们在公主的马身上下毒，露出破绽。现在博王府已经怀疑到你的身上，我便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你的身份。那宝娜公主现在身在何处？哎，被他们救走了。那你其他同伙呢？为了取得博王府等人的信任，被我们联手给杀了。哦，也算是帮你封口了。你们朝廷皇室的恩怨权谋，我没有半点兴趣。但是当时你的计划大势已去，博王府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你的身份，那公主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如果不来赶着通知你的话，你的下场可就危险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10000两黄金。啊，我教你一计明哲保身，脱离此险，保住你的性命和你父皇对你的信任。你有何计？我在取得他们信任的时候，告诉其主谋明日会至南坡上的山神庙接应。换而言之，你只需要安插一个替死鬼即可。我允王府负责公主的行宫及马匹，就算有个替死鬼，一来动机难以令人信服，二来本王依旧脱不了干系。但有一个人极为适合，一切都取决于允王的心够不够狠了。宝娜公主一事你办事得力，助本王全身而退。此行伺机刺杀博王这种大事，本王还得再倚重你一回。允王刚过风雨，时机敏感，为何一定要在此刻再度对博王下手？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机会了。博王身手不凡，且在京城耳目众多，想要除去他比登天还难。但离开皇城，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，身单力薄，也难逃本王埋伏。看来允王是非要取了博王的性命不可。本王连死都死过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豁出去的？你一定要想办法混入博王的队伍。博王生性多疑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不露出马脚？允王不必担心，明日随行的队伍里有我的熟人，我有把握利用他接近博王。熟人？不会坏了本王的大事吧？允王放心，他只是我这一路消遣的乐趣和我的垫脚石罢了。本王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能人异士，却从未见过有人能将密谋刺杀皇子这等大事说得如此轻松惬意。姬冲，你若非生性不惧生死，那便是出身不凡，历经风浪。允王要的只是结果，不会是要跟小的做朋友吧？本王已经按照你的计划暗中派人联系禁军，他们也真如你所言，愿于途中埋伏，与本王联手除掉博王。你要做的就是让博王离开众人，落单而行，将其除之。来，事成之后本王重重有赏。小人最近急需一大笔钱，事成之后价格随我开，不知道允王殿下意下如何？能除去博王这个心头大患，
本王倾家荡产，在所不惜。够豪气！不过，你与禁军究竟有何渊源，能够轻易促使他们与本王联手？哎呀，这算什么？别说禁军了，我想跟谁搭上都可以。我这个人朋友五湖四海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来往，更何况做生意嘛。我只认钱，不认人。真是一个有趣的姑娘，是时候该找你玩玩了。主子，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预计两日后到达夔州城。主子，是不是让士兵们先喝点水，然后我们再出发？属下已谨遵主子之命，先行派人去今晚落脚的驿馆安置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开不开心？惊不惊喜？是你。嗯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想见你就来了。擅闯皇家军队是死罪。你在担心我？我。放心吧，国王拿我没有办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……喂，我今天又不是来讨债的，能不能开心一点啊？前方路况如何？禀主子，我已派士兵前去探路，稍后会回来汇报情况。长路漫漫，你若无聊发慌，本相马师就来陪你解闷说笑。你说你是相马师？对啊。那人是谁？为何在队伍中？回主子，那人名叫吉冲，是民间征调的相马师，此趟任务负责管理队伍里的马匹和马夫。哦，对了，吉冲就是解救宝纳公主的赏金人，因此与郡主相识。属下暗中调查过，这吉冲帮过朝廷一次，坏了行里的规矩，想找口饭吃才来做的相马师，一切都符合朝廷规定。既然是相马师，就应该谨守本分。这一路上只要你不开心啊，我就陪你聊天解闷。殿下，翟心正好有事要向你禀报。本王已知他来历。相马师的工作好像不是陪王妃聊天解闷的吧？小人吉冲，参见博王殿下。殿下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他是来告诉我们前方有危险，让我们改道而行的。单凭片面之词，本王如何采信？小人可向博王殿下证明所言不假。这是真日，是我训练多年极有灵性的金雕。几个时辰前，我派追日飞往百里内勘察地势状况，才发现前方的路根本无法通行。你如何证明？禀主子，前方哨兵回报，约莫百里的峡关处因为连下几日大雨而造成崩塌，无法通行，需要改道前往夔州城。吉冲好厉害呀！你的金雕果然神通广大。多谢博王殿下赞许，能帮到博王殿下
和博王妃是在下的荣幸。闻言，传令下去，走西南方，绕道去贵州城。属下遵命。这一路，你除了担任相马师一职，本王命你用金雕探路，向莫萧汇报。国王殿下，恕小人拒绝。哎，姬冲，这可是为国王殿下效命的好机会啊！除非殿下愿意给小人多加50两银子，毕竟这可是额外的工作嘛。看在钱的份上，小人可以答应。100两，小人多谢博王殿下。博王殿下，姬冲他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，再加上追日，他一定可以。他应该可以顺利助我们到达目的地。多谢郡主美言，不过，你不应该在博王殿下面前称赞别的男人。难怪他会吃醋，不悦。他根本就不是吃醋，他是在怪我多管闲事。哎，早就听闻殿下与郡主间谍情深，为何今日一见，反倒相敬如宾？你们之间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吧。你们不和也好，免得他日博王命丧他乡，你恐怕会心碎满地。出发。这是宝纳公主的令牌，以及模仿那笔记的亲笔信函。那便是你要的东西。你假扮契丹兵，依计把它烧给博王，他自然会落单，前往埋伏处。有了此物，定能让博王落入我们部下的天罗地网。连这都能弄来，你还真是神通广大。看来你就是允王雇佣来的赏金人吧？为何不现身？你东西拿到，能执行任务便成。你管我长得是圆是扁？程大将军，你跟你的手下可都是晋国一等一的刺客，可别失手了。你认得我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摘星，跑哪儿去了？玉宝呢？博王府虎林遇险，速来支援。摘星姐姐，这里就是伏虎林了。摘星姐姐，别怕，这是长期驻守在伏虎林的武士，还有我派来的亲信，怎么会衣衫被夺，全死在这里？看来
敌人早就暗中掌握了公主的行踪，趁此机会偷走令牌，杀人灭口。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博王他们已经到了，来不及给博王通风报信，等救兵赶到，博王恐怕已遭不测。我们去引开敌军的注意力，跟我来。别尖叫，
女的。回起来，别让他们跑啊！我看见你留下的字条，你为什么还是要回头救这个薄幸之人？要不要命了？追兵在后，先走再说。闪开！吉冲，小心！摘星走，我去对付追兵。走啊，摘星要紧。追！宝娜，去跟魔蝎会合。闻言，跟本王回阴间。就凭你一人也想挡下我们？我是很想和你们过手，不过就怕你们不敢。许久不见。还不快跪下。参见少帅。参见少帅。别跪了，我早非少帅，更非近人。起来吧。一日为帅，终身为帅。且方才我等竟然想对少帅动手，末将不敢起。喜欢跪着就随便你们，只是你们无需再追，阻击洛丹博王的计划已然失败，你们再追反而危及性命。原来先前与末将联系的人是少帅，难怪末将觉得声音熟悉。陈良，你跟我来。是。我问你，夔州城的马将军马英一家被害一案，可是晋国所为，是晋国何人下的手？少帅何以挂心此事？天下之事早已与我无关，他本来就不关我的事，但如今他与我在乎的人有关。属下并不知晓内幕。看来八成是晋国所为了，你再想查，我有机会再找你。少帅，你此番回去务必小心，就算不引国王怀疑，属下担心万一东窗事发，他们会对你做一些不利之举，陷你于危局之中。供出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，若情势有所变化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少帅当真不想回晋国了？晋地早已非我家，更何况如今我有更牵挂的人。再会。
恭送少帅。恭送少帅。都说患难见真情，看来博王对郡主还是有情意在的。可是我怎么就想不通了，为何博王在夔州城要对郡主如此冷漠？难道博王是有苦衷不成？万一马宅卿死了，本王如何向陛下交代？又拿什么去安抚马家？你急出去干什么？你这是以下犯上！让开！怎么，怕了？难道还要躲在手下后面吗？莫萧，让开，他打不赢我。打不赢也要打！只要我退半步，算我输。你个吹鼓队，我要让你退半步！输了，别再以为马占星非你不可，你根本就不值得他为了你回头。每一次当他知道你有危险的时候，他就会奋不顾身的来救你，这是他活该。我以为你那日出现在狼兽山，多少是因为你在担心他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根本就是狼心狗肺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，你只是楚葵养的一头狼。就算背负骂名，承受误会，我也要继续暗中阻止楚葵作恶。各位英雄好汉们，有没有愿意来试一下功夫的？如果你们能够一箭就射中曹宝的靶心，看见没？市价百两的真玉蝴蝶免费相赠啊！看清楚了啊，免费相赠，真玉蝴蝶。这个距离想要命中靶心，并非难事吧？我自有玄机。三儿，挂上。这箭啊，必须得一一穿过这些铜环，直中靶心，方能得到这不菲的玉蝴蝶。有没有愿意试一下的？有没有啊？哟，这位姑娘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试一下？让你的意中人把这玉蝴蝶帮你拿回家去，只赠不卖，啊？您这玉蝴蝶，看起来倒真是别致。不过等会儿吧，啊，我的朋友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哦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英雄好汉啊，谁来试一下？谁射中了这玉蝴蝶，就是谁的了啊！一箭一钱，要不要试试啊？嘞，都来试试啊！一箭一钱，香喷喷的包子，卖包子嘞，热腾腾的包子，我要一个包子。好嘞。两位客官。这笼包子只剩这一个了，给他吧。
还是你拿着吧。我只是想起了一个朋友，并非真心想吃。本王有话要问你。这位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来来来来来，您要不要替您这位姑娘来上两件呢？把这玉蝴蝶给拿回家去啊！您看她那眼神，哎呦，那可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！来来来，射中了，可就归您了，啊！吃两下，给他吃吧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位公子，来来来来来，您请。殿下，你不必。就一剑的功夫，试试到底有多刁钻。原来你喜欢玉蝴蝶啊，早说呀。我真的不。老板，你准备两只玉蝴蝶了吗？见鬼了，这俩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哎呀，两位公子啊，哎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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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过呢，咱这是第一关，小试身手。哎，相赠的不是玉蝴蝶啊，是玉戒指。哎，玉戒指。我说老板，你这不是骗人吗？明明说好只要射中就给玉蝴蝶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就是。去去去去，管着你们。老板，你这机关也太简单了。你把这个铁环加倍，我若射不中的话，什么玉戒指都免了。哟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快一点，我还等着拿玉蝴蝶呢。好嘞。不过，我这次要是射中的话，总该有玉蝴蝶了吧？啊，有有有，啊，自然有，自然有。哎呀，其实别说什么玉蝴蝶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只要是摘星想要的，我都会替他摘下来的。少年英雄啊，剑法真神啊！加铜环，这么多可以吗？你都拿到，这不是在刁难人吗？这难度真太大了！你看，哎呦，好剑啊！好剑！这也中了！这怎么了？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射中了。两位公子啊，咱这小本生意，本店就这一只玉蝴蝶，你看这镇店之宝啊！两位公子都射中了，你我老板。你这个铜环有多少上多少，我若射不中的话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至于这举世无双的玉蝴蝶嘛，咱们俩也别为难老板了，技高者得，如何？好好好好好好嘞。好，全归他家上，我让他中了。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中，你中。两位公子，请吧。我说老板，这不是坑人吗？这怎么可能射得中啊？多谢各位替我抱不平，大家都是好人、好兄弟。我若这一箭射中的话，玉蝴蝶我赠家人，这袋钱我请大伙喝酒去。好，少年英雄啊，谢谢少侠。姑娘，选他选他，就是这个一定能射中。对啊，肯定能射中，我们支持你。哎，老板，啊，这一次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箭啊？假如我逐一破环，直中靶心的话，便算我赢。只要你能射中，怎么样都行啊。
好，你说的，我说的。真的太难了，看看看看，能那么重，头一次见。这是什么朋友啊？还有见识？这是什么社会？从来没有见过呀。是啊，红色的武器。现在连剑都不敢拔了，这独一无二的玉蝴蝶当然是我的了吧。哎呀，快呀，快点，嗯，小心，放我下来！哲星，放我下来！你干什么呀？好好，待会儿好好喝。